有鸡打鸣的声音，鸡啊什么的多得很。我来吗？让达拉洗洗衣服。达拉去哪儿洗衣服呀？达拉鞋，他鞋肯定是在格鲁那儿呢。好漂亮啊！谢谢夸奖，姐姐们，感谢夸奖。哼，董事长开播了，太多羊了，对，羊多得很。感谢夸奖。达姐又跑那边去了，啊！这羊黑的跟炭一样。去井边洗衣服可以吧？去吃饭呀！啊，跟着达拉，达拉就过来了。哼，你是飘了。你是飘了，你们现在国外直播也难，真的难。干嘛去了？他应该到艾丽玛家行啥东西去了吧？找啥东西去了？到艾丽玛家找啥东西去了？啊，比原来便宜多了，68块两只，嘎嘎好用啊，嘎嘎好用。走了，大姐。走了，咱去吃个饭，我也饿了。吃个早点啥的。达拉门前是不是种菜了？没有种菜的，没出来。他现在种的是高粱、玉米，还有拉姆子，种了这些。没穿鞋。鞋肯定在格鲁那儿呢，啊，在格鲁那儿，他家里没有，我刚才看了。达拉，树子呢？不搭理我。鞋呢？丢了。柱子呢？鞋丢了啊！地上全是石子儿啊！
她是不是怀孕？她不是怀孕了吗？怀孕了，可能又没有了，流产了，还是咋回事啊？跑去找她的鞋去了。去找鞋去了。背水的布袋不是背水的布袋，他是去找鞋去了。不是找鞋去了，找他这桶去了，找他这灌水的桶去了。你捡到钱了？不是我捡到钱了，我的钱掉了，我捡到钱了。钱这种事还能轮得到我啊？对不对？捡钱这种事还能轮得到我啊？鞋应该在阁楼那儿，我还以为他刚才跑那么快去找鞋去了，原来是找这个桶。不扎脚吗？他有鞋，他可能放阁楼那儿没有穿。啥意思？跟阁楼分居的？不是的，阁楼在那儿上班呢，晚上他们可能就在这儿睡觉。啊，他们家可能就在那个酒店，废弃的酒店，就这个，看到没？好多破房子，在这睡觉。就拿上包上街。那有钱了就得花点嘛，没钱了就少花点嘛。穿个鞋底薄的鞋都扎脚，确实是扎脚。我穿拖鞋经常去跟他弟弟啊，就把脚就扎了。为啥不回家睡觉？那里条件好点吗？这个酒店的话条件能好点，反正阁楼在这给人看大门嘞，他天天要待在这儿，所以他就没事就在里面睡觉嘛，晚上了就在里面睡觉，比他睡他们家那个房间要好多了。他们家那房间你看烂的，对吧？看看蓝天白云，这不 ，Hello。Morning, brother. Brother. Kita, I'm a little runner, come back. So, yeah.
我也穿的你也穿的哎对，没得。OK。对，没得。进去找他鞋去了。打伞，早上的话太阳不是很毒，所以说就没有打伞。你也想生活在这里无忧无虑里的？哎呦姐呀，你可别想了，吃不上喝不上，啥无忧无虑的？吃这么差，吃了上顿都不知道下顿。那我鞋在这儿呢。修炼子，你瞧你那怂样子。嗯，你瞧你那怂样子。你快走，哎呦。一天鞋不穿，老是让大家问鞋呢，鞋呢。早上太阳不是很毒，不热就不打了，打伞麻烦，这刮风呢，伞刮得呼呼的，抓不住。他不说稀释啊，他给你净化，就像你水，就像你的说是粘稠呀，纸多呀，对不对？他都可以用，都可以用啊。现在价格便宜了，99一斤啊。Hello， 现在都是99一斤啊。